位于尔湾隔壁的森林湖，地大有泳池的老房子是什么样？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这栋呢是65年的房子，是我们公司新挂出来的一栋，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期待，这个跟新房子肯定是没法比的。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地大，有大前院，有草坪，有这种大后院，有泳池，而且呢是低税，没有物业，并且呢到各个地方都很方便。这个房子呢室内有2075尺，占地呢是7020尺，一共是5房的，而且呢它在1楼就有这样3个房间，所以呢它住起来就跟大平层一样，很舒服的。而且呢它2楼呢是有2个房间，所以总共是这样的一个5房。你看1楼这个房间的好处就是它这个大推拉门大窗户都能看到外面，而且呢有的是对后院的，视野非常的好。现在呢咱们是在2楼，2楼呢是有2个卧室共用这样一个卫生间，所以呢这个是次卧，旁边那个呢是一个大主卧，咱们往里走就可以看到。主卧的卫生间呢也是很漂亮的，咱们现在呢看一下。房子老是老了点，但是呢你看还蛮宽敞的啊。这边呢就是它的卫生间，这个都是重新弄过的。这栋房子呢要150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你喜欢这样的房子吗？